我问你，你最喜欢什么？我只能说一样。站着。这不就得了吗？那你最喜欢什么呀？只能说一样。我最喜欢你。 你不喜欢我，我就喜欢钱；你要是喜欢我，你就是我的命。所以查案子也是你的命，对不对？你真的喜欢我？喜欢得要命。 铁林，你听好了，我的身子不脏，我的心比你脏。钱对你来说不是什么，派头、排场、汽车、洋房，你全都不在乎，可我在乎。我喜欢钱，喜欢的越多，我的心里就越龌龊。 你心里干净，两眼不揉沙子，半辈子了，只知道抓坏人、做巡捕。治什么？治恶为安。这个世界上就快就剩坏人了，你还想着治恶为安？ 收一收，走了。好的。对不住啊，各位，今天到此为止了啊。哎，金老板，不是说好赢了不要的吗？你想死吗你？愿赌服输知道吧？今天放你一马。哎，哎，小红，走，谢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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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请吃面啊！下下下下。哥手机不要太好啊。啊。哎呀，情场失意。 多加点，多加点啊！哎，那面啊，你还吃不吃啊？
坐好，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。妈，你把田丹弄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可也离不开是吧？我叫小翠，把她叫到那儿去坐一坐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两个。 怎么在一起说话呀？他在，我们怎么不能在一起说话啊？有外人在，我想想都脸红。啊，脸红什么呀？昨天晚上，你们两个躲在房间里做什么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！当时我真想冲进去，想想还是给你们一个面子吧，住在一个屋檐下。 你不要把我当成傻瓜。今天徐妈妈样子怪怪的，怎么怪了？眼睛红红的，说是做了一晚上梦，梦到了徐家爸爸，还梦到了他抱孙子了。你以前见过徐家爸爸吗？我怎么可能见过呀？好像徐家爸爸十几年前就去世了。 真的呀，我怎么可能见过他呀？那个时候我才一点点大。就在房间里说话。就说话。啥话不好在这儿说。正好走到房间里边了呀。那我回来叫你和田小姐，你们听到了吧？没听到。你平时不是耳朵老灵的吗？ 昨天情况特殊，真没听到。嗯，是特殊啊。嗯，哎，这你别老这样子，我紧张好不好啊？还要我说出来啊？你说啊。哟，那水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把脸盆端到你房间里去了呢？我洗手洗脸啊。你洗手洗脸，田小姐在里面做什么啊？她帮我洗啊。 我的老脸都要红了啦！你明明就没红的。你手拿出来，啊，在家里塞在毛衣兜里做什么了？拿出来。哟，手怎么了？没事，在菜场工作不小心划破了一点皮。重不重啊？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田丹去我房间里了吧？这个家里就三个人，独独瞒了我一个。 这邻居们本来就说三道四的，要么你身子正，要么你明媒正娶，楼上楼下住到一起，哎，免得我以后叫你们假装听不见。我的肚子里啊，是留不住隔夜话的。就昨天你们两个，我一晚上没睡好，眼睛熬得通红，哎，我的心脏病了都要发了啦。你现在给我听清楚了，到小翠那儿。 把田小姐给我叫过来，啊！我要找田小姐好好的谈谈。我今天晚上就要把你们的事给定下来。你回答我，你愿不愿意娶田小姐？哦，那田小姐愿不愿意嫁到我们家呢？你等一下，不是要找她去谈的事情吗？哎，你怎么不问问你妈妈呢？ 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媳妇呢？那您愿意接受这个媳妇吗？等一下看，我要看看她的态度。怎么在外面站着呀？冷不冷啊？我妈叫你回去的。到底什么事情啊？回去就知道了。先回去了。好的呀。 徐家妈妈，是找我有事情啊？饿不饿呀？哦，不饿呀。那你到厨房看看，有啥吃的？做一碗，徐妈妈饿了。
哦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好像还真没什么现成的东西好吃。哎呀，那我就得饿肚皮了。这样好吧，我做一个糖水荷包蛋，握两只鸡蛋，可以吗？有吃的就好。哎，那你等我一下。 先生，什么事情呀？这么神秘的，你们两个闯祸了？啊？哇！闯什么祸了？蛮大的祸的。真的呀？哎，你手怎么了？没事。啊？破了点皮，没事。严不严重呀？不严重，不严重。这么大人还像个小孩子一样。 和陆宝荣好了，那要看他的表现了。我这个人是不会随随便便和别人要好的。胡伯伯，我待一下就回去了，没事没事。什么呀，在夸田小姐呢？夸田小姐能干，会给你修鞋子。修鞋？啊，上次田小姐来借胶水，说是要给你补鞋子呀，下次不用这样了啊，鞋子坏掉直接拿过来修就好了呀。 哦，不要见外呀！哎，来了，先走了啊。做好了，嗯，你也分一只吧。嗯，不用了，坐下。啊，到我们家快一年了吧？ 徐妈妈对你好不好呀？当然好呀。那千儿呢？也好的。你的父母不在了啊，徐妈妈希望你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。嗯，我现在就是把这儿当成自己家的。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看见了吧？楼上楼下三间。 外加一个厨房，后面还有个小天井，外面呢有四五间铺面房在出租。虽然我们家比不上大户人家，但生活足足够用的了。哦，你我都是女人，这个门一关，两个女人面对天二这么一个男人，有些话我以前也对你说过的。 我希望你们两个好，但是事情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我真是担心哎。有些道理还是要做足的，不然要出事的啦。你要出什么事呀？我看你脸皮倒是挺薄的啊。那我说，哦，那徐家妈妈你讲，田小姐啊。 能不能把徐妈妈前面那个徐字去掉，做徐家的人？不愿意啊？啊？愿意的。哎呦，哎呦，那就太好了呀！我马上把徐天找回来，三头六面坐下来说。哎呦，真是的，来来来。 这个吃了啊，你坐着等等啊。靠近。哎，妈，怎么跟审犯人似的？说呀，嗯，你情我愿的，就两句话，做都做了，还不说呀？ 哎呦，来来来，凑近一点，来，哎，对对对，凑近一点，说说。如果我要是愿意的话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哎呦，田小姐。
这种事怎么可以笑的啦？不要笑。如果你要是愿意，那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呀？我愿意的。田小姐，你呢？愿意的。哎呦，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这样多好啊！哎，你们俩听好了，明天我就去城隍庙，给你们找个吉利的日子。我还要告诉同府里的邻居们，哎，跟我一起开心。早这样多好啊！好，你们俩好好坐坐谈谈啊。这么晚了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到柳四那儿去了。老廖看过了？看过了。人死如灯灭，什么都是假的。明天我到仙子寺去给他料理后事。你怎么想通了？也没什么想通想不通的。难道我因为他还不做巡捕了？哼，还是柳小姐的话你爱听。是他听我的话。你说什么？针打了，打过了。嗯，放在这里吧，一会儿我自己打就好了。我看看你的手。没事儿，没有发炎，我自己知道。笑什么？想过很多次，就是没有想到。最后是被徐谦妈妈这么逼老着讲的。我不是逼老讲的呀。那哪知道是不是呀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再讲一次的。哦，讲呀。从去年十二月起，我就一直都想娶你为妻。以后的日子，有一天是一天。只要有我在，我一定保证你的平安。这样有本事的？我保证。一天一天不够呀，听上去每一天都像最后一天。那你要我怎么讲？我要一辈子，我保证。后悔了？没有那回事吧？哦，好吧，那以后可不要后悔哦。我都要娶你做老婆了，有什么好后悔的呀？妈妈呀，快起身。
下去吧。有信啊，差点就投到邮箱里边了。谢谢啊，保叔叔。没有没有没有。谁的呀？我的信，没写谁寄的。要不要我今天带去了？哦，那下班我去菜场等你。不用，我同菜场请假了，这些天都可以早一点下班。我去药店接你吧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老胡说你去找他讨了鞋胶做什么用？就是鞋子有点脱胶，几天前的事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妈妈去城隍庙问吉日，问到哪一天了。越快越好吧。不着急。有空呀、啊，有空陪我到城隍庙讨个吉利的日子啊！哎呦，讨什么吉利日子呀？结婚娶媳妇、讨老婆的日子呀，对吧？徐先生和田小姐呀，那还有谁呀？对呀，那恭喜你啊，徐家妈！哎呀，恭喜啊，大喜徐家妈，恭喜恭喜啊！那要改口了啊，不能再叫田小姐了，要叫徐太太了。没错，改口啊。他们俩倒是说好了，哎，可是我们是正经人家，虽然楼上楼下住着，但是没到结婚的日子是不能随便改口的呀，对吧？还得规规矩矩的、清清爽爽的叫徐先生、田小姐，对吧？对对对对。好，走了走了。哎哎，徐家妈，这么大的喜事，这个房租是不是免一点？哎，你看啊，人家以前皇帝家结婚，哎。种田的要少交好几年赋税呢。对的，对的。结婚了再说。哎，这刚。答应了，答应了。哎，徐家妈，也别几年了，就一年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一年就好了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徐天先生足下，别意良久，甚以为怀。值钱所住，无以相报，不日将回沪上，望得续半日，为故友相向三叹。此送，慢服。哎，这个去闲了之前。我还没查过呢，结什么？金哥来找货。我知道。那要不你陪我？你陪我，我就去。本来也是要去的吧？哎呀，我真多事。哎呀，你陪我去一趟吧，就像从前一样。我要上班。来回总共也就一个多小时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。路上再说吧。等一会儿，我就找银佐算账去。怎么算账啊？冲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找他打架，然后我再去求他救你出来，是吧？难道你这一根手指都白切了？切的蛮直的，我欠他的算两清。你欠他什么呀？你不就在日本的时候去他们家吃过几顿饭吗？还有些其他的事情。答应我，改天再交代。还有什么？
上切都切掉了，也长不出来了。这根手指头到底是他切的还是自己切的？自己切的。有病。以后如果再有这种场面，你记得叫上我。天星书院倒是在发租金，但是你已经停职了，找你有什么用？那将来总捕房肯定是会将我复职的。好，下次我再切的时候，我一定叫上你。没想到，这个，你还挺有点血性的。别急了。还有很多你想不到的。哎，你做县三，我马上要做。你做县三要到哪里去啊？过几天就回来。你来的正好，有事拜托。哎，县三吩咐一声就行了，哪需要拜托啊？先说你的事。我没什么大事啊。就是廖总当着先生的面前死在我的厂子里了，这几天先生一句话都没有，我心里面七上八下的，所以就自己跑来了。你有什么好七上八下的？廖总是银佐先生的好朋友啊，万一先生想歪了，我不是冤枉死了？我的想法对你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啊，不是要靠银佐先生发财的呀，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轩老师那边这几天怎么样？仙洛斯归麦兰捕房管，总捕房希望铁林去查案。查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铁林是自己兄弟，什么话都好说的。金老板，哎，你是明白的不能再明白的了。哎，我们不用说空话，上海直接一边方面暂时不太方便做事。了解了解。廖少林意思很多事情要靠你了。义不容辞。当然廖少林原来的机会也会算到你的头上，比如我答应过帮你办一个呼吸烟馆的拍照。之前先生还没有答应啊。这趟回来就办。哎呀，那太谢谢了，太谢谢了。哎呦，阿里嘎多阿里嘎多。那我拜托的是以后也尽量往费心了。刀山火海爱屋一居啊。留意你的朋友秀天的行踪，他要你做什么你照做，以后告诉我。啊，徐先生不也是先生的朋友吗？我没有说过徐先生不是我的朋友。晓得了，赵先生吩咐的做，不该问的我不问，好不啦？那我先告辞了。好啊。都累死了，兄弟们在这里守了两天两夜啊，都没有赶回家。是的，是的，都守了两天两夜了。行。啊啊啊！快快，你们去勘察现场，不要站在这里，快去去去去！啊，好，快去呀，快点。结束，今年好开张，对吧？那你们更要谢谢徐先生了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现在还在家里享清福呢。不要谢我啊，我就是过来看一下，马上还要回菜场上班的。徐先生辛苦啊。就死在这里啊？就在这里。金哥呢？金哥搬到余洋弄去住了，最近都不会过来。
丁的，我跟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案情啊。据我所知，这个鱼缸上面的玻璃啊掉下来，把鱼缸砸碎掉了。廖总从他的那个位置走出来，突然就摔倒在地上，就被电死了。这么厚的楼板用玻璃，怎么可能说碎就碎呢？当时坐在老姚身边的人都询问过了吗？询问过了。金爷、柳小姐、金刚，还有小白象，他们的口供啊已经在礼堂了。哦，当时是廖总先来的，坐在这里，银佐先生坐在这里，然后廖总让我上楼去找金爷。这个楼上的玻璃平时三五个人上去都没有事情，鱼缸里的水也是前天才换的。上次田小姐来借胶水，说是要给你补鞋子呀。田哥，田哥，这里有问题呀。电线在这个地方破掉了，所以沾上水才会漏电。说不定是早就已经破了。这个地方平时没有人碰的，而且在角落里面。闭嘴！这明显是被刀划开的，划开它肯定就是为了让它漏电。好了，不要总盯着一条电线看，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。这还有古怪。来到你啊，沾上一身的晦气。就知道这么厚的玻璃，绝不可能随便碎掉。天哥，你看，这明显是划过的。这么厚的玻璃，就算之前被划过，也不会用脚就能踩得碎的。嗯，也说不准，是之前早就已经有划痕了的。对，听子，你看啊，那个地方每天有很多人走来走去的。保不齐有几个人鞋底下有那个鞋钉子啊，然后时间久了就划出来了。鞋钉子能把这种玻璃划成这样？你看清楚，这个一定是金刚钻划出来的痕迹。不信你去玻璃店，你找几个老师傅问一问。我跟你打赌。走了，天哥，上二楼。确实是人为的，这上面也有划过的痕迹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如果你要时间长的话，我要先去菜场上班了。你等一等，等一下我送你去上班。哎，铁公子，你小心啊。林哥，你看见了？据我判断，整件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人想弄死老廖，然后就把这个电线给割破了，他还割破了楼板，楼板用的玻璃掉下去砸裂了鱼缸，然后破碎了的鱼缸流出了水，水经过破裂的电线带了电，当老廖走过来的时候踩到了带电的水，交辫子了。亏你想得出这么麻烦的办法，用枪不是更方便吗？那不一定啊，万一凶手老廖认识，那开枪就没那么方便了。那照你说的，首先玻璃掉下来应该是在正好的时间，其次还要有足够的力气，像你这么蹦蹦跳跳，那不是全场的人早就看到你了。那万一凶手是个大胖子呢？万一凶手比金刚还胖呢？那也说不定的。哎，田公子，这个楼上啊我都已经检查过了，除了一些灯架呢和杂物什么都没有，要不然呢你上来再看一看啊。
不好意思啊，刘子。当当，金刚钻头，刚才火眼金睛，一眼就看见了。断了？估计是用完之后断了，然后就掉在那里了。有可能。行了，大头啊，把破掉的电线那一节割下来，带回补房。嗯。然后呢，把地下这些玻璃。带划痕的都给我挑出来，通通押回补房。那其他就不用再看了。还看？看什么呀？你以为我很闲是吧？把一整天都泡在这个鬼地方。那你教我，我还应该再看点什么？不是不是，巴不得铁公子早点看好。我现在只要一看到这个人形，我就上火。我告诉你，那我马上擦掉好啊。快去吧，留着他干什么？招鬼啊！今夜小的要开心了。铁公子出马都是自家兄弟，我小的。我跟你是自家兄弟，你记住，如果这家案子我查到跟你有关系，我饶不了你，随时我都有可能请你到补房来喝茶。来来来来来，把铁公子需要的证物啊，通通收集起来，我们准备收工了啊！来来，铁公子随时吩咐。铁公子，这个人呢？刚刚走了呀。走了？啊！万万没想到，铁林差不多也修成了一副火眼金睛。万万没想到，老廖的死与田丹有关系。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些事的？与广慈医院田丹制造的那场意外不同，仙乐斯现场告诉许田，刺杀不是一人干的。之前具备特殊能力的许田，在田丹面前仿佛半个盲人聋子。现在许多事都可以联系起来，昭然若揭。徐天不敢再想下去。太累了啊！这个星期你迟到多少次了？你怎么老是这样呢？徐天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是不对的啊！哎，喂，哎呦，我就是认识几个青帮呢，不得了了，讲不起。你好。徐先生没来吗？去库房了。库房在哪里啊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们这儿的库房在哪里？弄啥呢？啊？他的朋友。哦，他朋友啊？好，正好正好。来，你倒来评评理啊！整个菜场只有我们两个会计，一个他，一个我啊。两份的事情由我一个人做，工资倒是开两份，你说合不合理啊？你是他朋友，你就好好的劝劝他啊！人要做人要地道啊，不能这样的嘛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没事了啊。哎，侬到底啥人了？我是麦兰姆坊的巡捕，我姓铁。巡捕啊？徐先生呢，就好像我哥哥一样，小组长是吧？话太多了。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找到你很难吗？你手没事了？
你来就是为了想这个呀？已经去过医院了。我担心你。你还是把心放到其他地方吧，少一根手指头，一样过日子。田丹晓得了吧？他昨天在田青书院的。你怎么把他也找去了？田丹是田鲁宁的女儿，我又要和田丹结婚了。银座晓得他是我的软肋，所以叫他过去，吓唬吓唬他。要结婚了？昨天晚上定的。我妈已经去城隍庙交日子了。少了一根手指头，倒想通了要结婚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要是我不来找你，你就不同我讲了是吧？我这不是同你讲了吗？你还有多少事情在瞒着我？说。好像还真没有。